Seven Friday 品牌之友，还有现场所有的妹妹们，大家好，大家晚安。 我是李培珍，很开心能够在这边担任主持人的工作，当然跟各位一起来参加这一场游天一样夯旗下品牌 Seven Friday 在台湾的第一场时尚品牌派对。 那我们知道呢，其实 Seven Friday 在去年的时候，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抢购的热潮，而且当时呢是产生了一个秒杀的盛况哦。当然呢，品牌会串红，其实并不是偶然，因为 Seven Friday 让每一个人可以用非常轻松就能够入手的价格，却能够享受到瑞士最顶尖制表的一个设计以及工艺创意。 那么其实呢，虽然在去年的时候爆红，但是品牌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大肆的涨价，依然坚守在1500美金的这个战斗带，同时呢，不断的提醒了要来提供给所有的消费者是一个持金而且价美的创意腕表来做佩戴。 所以今天很开心呢，能够在这边来办我们在台湾的第一场时尚派对，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么多的贵宾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所以呢，派对一开始就由我非常荣幸的来为各位介绍 Seven Friday 的总裁 Daniel 到台上来说几句话。